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传说中的机关秘术三期长622，传说中的机关秘术二期长621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还是来到虎口矿场右下角这个锚点啊，这里打开任务列表，那这边是传说中的秘方计划术三，好，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往西北方向地图网角那边跳下去，又是推箱子啊。回到这边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先往左推，然后再往左一推，接下来往上一推，这里再往下一推，然后再往上一推，接下来过来，然后往目的地一推，对个话。好，第二次啊，第二次我们先往上一推，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状态。好，这里再往右一推，然后过来往左一推。好，现在我们切换一下状态。好，这里往右一推，然后下来往左一推，然后过来往右一推，最后再过来往上一推，对个话。好，那第三次我们先过来切换一下形态。好，往右一推，过来往下一推，再过来继续往下一推，跑到这边切换一下形态，再过来往右一推，跑过来往左一推，再过来往上一推。好，这里再跑过来继续往上一推。好，然后再上来往左一推，接下来我们来切换一下形态，再过来又往右一推，推到目的地，对话。好，对话完，他让我们去找到宝藏，我们就跑过去。跟着任务指引过来啊，能看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点，过来调查一下。好，这里有一个精密奇堂箱，有机会派上用场。好，那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啊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虎口矿场右下角这个锚点，这里我们来做这一个传说中的秘方机万术二啊，这个任务啊。好，现在接一个通讯，然后往西北方向嘟嘟转角这边跳下去，这里又是推箱子啊。好，这个推箱子还是挺简单的，它是这样啊，这边过来点击切换形态，好，然后把箱子往下面推，左边、上面、右边，再切换形态。再往下，推到目的地。好，然后是第二次啊，第二次先切换一下啊。好，给它推出来。再往下，这里我们再给它切换回去。好，然后下来往右推，接着再往上推，再往左，最后推到目的地。好，第三次我们先切换一下，好，然后往右推，过来往上推，再回去切换形态，
跑过来往左，切换，往右，往下，再切换，现在往上，再往右。好，对话完之后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呼克矿场左边这个锚点，来了以后西南方向我们地图左来角。哎呦，好，这边出现了一条路，那走过来之后，在我们左手边这里有一个52级的这个什么怪啊，给它打掉。好，那打了怪之后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打开里面是有一个基准箱上，我们拿到这个基准箱上，拿到之后我们再出来，出来往里面走，往洞里面走。右手边这里还有一个啊，把这个打了。好，那打完之后，我们竟然和这个 NPC 对话。好的，对话结束，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啊。这个任务在明天还有后续啊。那我们现在虎口山脉啊，虎口山脉也100%了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